啊！哎呀，你们两个美女，正午的饭归你们两个了啊！可以炒着呀，炒着，鸡炒着吃啊。嫂子，正午归你的啊。鸡炖土豆也好吃，这个好，可以够不够？不够再放点，我买了十块钱，够了，那就放起来就行。然后猪腰，你说月月吃猪腰，买了猪腰，我们两个吃鸡，月月真他不怕吃猪腰，小李蛋吃白菜，分分好了。你不弄点辣椒？好。包好之前，你别用了，我干净。青椒在冰箱。再买一个更辣的辣椒。好。你要用水，就不用放辣椒了。嗯，好嘞。买了半只鸡，我想吃一顿就好了。反正我哥要不吃，下午的话就做那个猪脸皮炒四季豆。那今天中午我终于可以翘个二郎腿休息一下喽。你还能翘几天？嫂子过几天就回家了，我看你还翘。翘一下算一天吧。到时候做饭、做菜、洗衣、买菜全归你。现在哪天的衣服不是我洗的？不吃就不用做了吗？九死了，要吃的。那吃还是要得吃的，不吃会饿死的。嫂子，等下把那个白色的还刮一下吧。好多的，他怎么把切的烂了？他让他切啊，我都不想让他切，我都不想让他切，我还不如拿回来让自己切。对啊，他切的那个肉又剔得好厚，然后切又切不干净，本来那么小一个，给他一削肉都没有了。这个老铁呀，十块钱一个，对呀、啊。过年杀猪的时候，他们就拿了就烧了吃去了，活灵，就活灵灵跟我们喂红薯一样喂着吃。挺肥的，他这个是说是什么果园鸡？狗屁，外面买的都不整。好、哦，哪有家里的口感好啊？没那么快，贵。这一小半20块钱。你的现在买的不是你那种大的吗？现在刚好应该想下蛋，看着好肥。好，以前那个太小了，像钩子一样，我都不想杀，杀的都手软。现在可以杀个大的。又来两个辣椒，两个菜哦。不随便，那就不放了。好多水啊！
快吃嘛，谁待会出来谁洗碗哈。月月好不好吃啊？多吃点哈，吃饱等一下有力气哦。等一下带你出去玩，谁不吃饱的话不带想。月月你想不想去玩？那你赶紧吃饱啊。今天应该没得打，可以吃。